去把警报打开，我们需要支援，拉响警报，叫人过来帮忙。这边把老板拉进来。老板好，老板好，又有点不好。老板好，老板好，老板好，这边为您体验多食品啊。老板也是至尊 VIP 客户了，我们直接送上极品服务。需要同款服务的看主页，现在比较缺打手，想赚钱的兄弟们就来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进去直接给老板装备。为什么不是刘家？因为我怕老板捡不下。开局就打了一对。兄弟们，我们发财了。666，这暴率太高了。发现有一队要去辐射偷箱子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不要随便乱闯，走开，别再靠近了。我能帮左邻右舍，虽然打不到人，但一定要把气势打出来。没希望了。还有一只跑进去偷箱子了，不是你怎么敢溜我们的？全队经排查是一只老鼠。我操，首领，快躲，首领，我需要帮忙。来人呢，这里把我围起来。这二战最残忍的集中营，人类身体和精神的极限都能在这里得到突破。这里让犹太人痛心入骨。这天又一批犹太人被押到集中营，德军粗暴地将他们赶下车，哭喊声枪声在营地不断响起。没办法，只能补单了，给老板一张臭猫卡，这把我变成鲁本王。狩猎要开始了，一只雪人娜，两只雪人娜，三只。没希望了，不要再抵抗了。谁？给我出来！你是什么人？遭遇敌人，给我缴械，不然没有好下场。目标逼近中，请求火力压制，别再靠近了。报告长官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全队注意，有可疑目标出现。谁？怎么是一对突击仔？突击仔，赶紧滚去重开！喂，站住！报告长官，可疑区域为安全状态。最后我们打飞机撤离了，因为这把赚的太多，我们让老板自己拿。兄弟们，我们发财了。老板表示他捡不下了，让我们来捡。一堆装备，最后也是直接撤离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价格表，算了，你们自己进来看吧，反正很便宜。